过晋级前赛对阵步行者。贾佩拉、塔克缺阵，安东尼和克里斯进入首发，扩建全队出现26次失误。第四节遭步行者替补一波流，最终100-110落败。奥拉迪波开场就火力全开，连中跳投，博扬博格达诺维奇三分命中。而火箭这边只有安东尼投进远投，开局被打了个12-3。哈登、保罗干拔三分回应，火箭逐渐追进比分，首节25-27落后。第二节新秀伊萨亚·哈尔滕施泰因延续首节出色表现命中三分，麦卡威快攻暴扣，火箭36-34反超比分。之后克里斯空接，安东尼再中三分，火箭一度45-40领先。但奥拉迪波在短短三分钟不到砍下12分，包括一记难度极高的打板压哨三分，步行者半场54-48领先。奥拉迪波半场得到19分。第三节开局迈尔斯特内攻防立功，连续篮下封杀克里斯，步行者打出一波14-4开局领先16分。安东尼三分命中，保罗突破抛投，哈登连突带投，戈登和安东尼再中三分，火箭打出一波惊人的26-5攻击波，一举反超比分。但像萨博尼斯和博格达诺维奇打出6-0收尾，步行者83-82领先进入末节。第四节火箭虽然保留了主力在场，但他们在近五分钟内只得到一分，反而被步行者打出一波流。科里瑞瑟夫带队打出一波15-1，一举取得14分领先，锁定胜利。安东尼三分六中，斯得到16分5个篮板，克里斯5分4帽，哈登17分9助攻3段5失误，保罗6分5助攻，麦卡伦15分6助攻，戈登12分6失误，恩尼斯12分6板，奥拉迪波24分，博格达诺维奇11分，特纳11分 TJ 里夫13分11板4助攻，萨博尼斯15分12板，萨姆纳13分，约瑟夫14分。